代史咧係好重要嘅人物，對於中國嘅抗戰啊同埋中國嘅自由民主發展好富人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係舉行呢個圖片展覽，係我哋展出嘅圖片咧就有幾十張，同埋我哋工會咧設咗一個吊唁冊喺度。咁啊，供大家咧係簽名係吊唁嘅。咁正話我哋咧就係晏晝咧12點至到2點咧，已經喺銅鑼喺呢個旺角地鐵站咧係做咗第一部分噶啦，係紀念日嘅。咁我哋展出嘅圖片咧就有幾十張。因為這個中國在這個抗日戰爭的時候啊，宋美齡女士運用她的外交的這個方法。呼吁国际，对，支持我们中国对越的抗战，所以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们是借这个机会来表达这个对蒋夫人这个敬意。咁啊，蒋夫人咧就系、是、一个中国近代史一个重要嘅人物啦。咁啊，对于呢个中国抗日战争同埋中国嘅自由民主发埋佢嘅国画嘅作品，亦都有个家庭嘅照片。咁同時咧，我哋工會咧印製咗三張上邊咧有係蒋夫人嘅圖片，同埋呢個蒋俾大家咧係簽名吊唁留念嘅。